哎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听得到吗？有声音，有收音哈。OK， 嗨，好 ，OK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嗨，大家好。此刻心情，我觉得，其实我超放松的。我也是，哎，对啊，对。因为今天就是带着一个观礼嘉宾的心情来的。没有了，还有颁奖人呢、啊，还有颁奖人，对对 对, 对，颁奱反而比较紧张。对对对。OK， 太放松，你看有多放松，对对。啊，没有深啦，就想说轻松一点，对啊，穿着 Tom Ford 的 Tom Ford 的西装这样子，嗯，深一点哦，可能没办法，对啊，这样子。还好啦，平常有在维持，平常就很厉害 ，OK， 还 OK， 对对对，没有，博宏里面比较厉害，对。什么部分？肉体的部分，对对对，我以为是我的内心。对了对了，灵魂深处。哦，大大祈祷，不止小小。对，但是大大祈祷，但还是带着一个平常心了，因为就觉得来这个典礼就还蛮舒服的，就可以认识到很多人，对啊。对，其实能够来就很开心了。是，其实我觉得要站上金马奖的这个舞台都是很紧张的。对，尤其是在后台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会比较紧张嘛。对啊，但就是出去前的那一刹那，会是最紧张的。对啊，对，对，是是是是是，对。所以就非常紧张颁奖的部分这样子，因为有先蕊稿过了，对啊，所以就稍微练习一下，对，不知道等一下呈现的时候会是怎么样这样子，对，有小小见一下，对对对，有啊，当然很喜欢他，对，就是。可能等一下吧，因为想说第一次见就告白，有点就是怕会那个太唐突这样子，对。没有了，没有，我们就是小聊一下而已，小聊一下而已，对对对。是，你等一下一定要锁定直播，就会看到那一刻的表情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一个鬼的脸，带着玩心来，带着玩心来，对，嗯，爱的抱抱，爱的抱抱是怎样？啊、一个爱心，哦，衣服有点紧，对，有点紧，还在这里就好了啦，对，因为大家都练太壮了，好，谢谢大家。讲什么？